MLB 小熊队计划在球季后释出金手套外野手海沃德，大都会赛扬名头德格隆写下比肩大谷翔平的纪录，洋基不敌红雀吞下5连败低潮，恐难保住美联龙头宝座。教士队阵中强打佐托生涯累积469次保送，缔造百年新纪录。MLB 小熊队出战红人队，将于1989年电影《梦幻成真》的拍摄场地举行。东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，请至当地 Toyota 经销商询问 We Make It Easy 活动，获得可靠的优惠。